方好坏皆因缘，慈悲关怀造造缘。像最近来说，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胜宫为咱所提供的节目，在新闻联之声辽频广播网89.3做的播出。老师要服务，免客气，慈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咱会当个利用了吼。5916045，我关切多亲人给控我。现场有一线电话。5966449这个电话，咱拢会当来个利用，因为咱也是有一挂话题啦吼，也是要问的啦吼，啊，讲梅香师姐，咱来讲这段吼，冇咧问啊，问咱都一个机会啦吼，又多了一个话题啦吼，想要知道什么啊？只要有资料，梅香都会回答。啊，伫这呢，祝福大家吉祥平安，以外，新年头旧年尾。啊，祝大家拢会当顺顺利利啦吼！人讲过年就像咧过运同款，哎，旧年若过了无盖好，那明年会搁较好啦吼，越来会越好啊呢！所以伫遮祝大家吼，啊，拢会当事事平安啦吼，事事都是咱讲什么代志叫做什么代志叫做事啦吼，啊，发生咧都已经发生啊，啊，若无发生啊，咱预防卖好发生啦吼，所以拄着啊。啊，咱嘛是每一个人拢爱有迄个应对的经验，然后大家拢爱生出着迄个智慧，因为每一个365天拢爱过啦吼，无多一个讲吼，你会当减过一天啦。乞食老汉、好业人、善良人拢同款，一年365天，时间拢同款24点钟啦吼。所以随在咱去分配啦吼，日子随在咱来安排啦，你讲是不是呢？哎，咱来听一对吼，妈祖婆，人讲六方天上圣庙嘛是天上圣母，只是讲六兄弟呢为大陆个请过来，所以咱个冠上六房，所以天上圣母威灵显赫，啊，咱即马来个听天上圣庙用啊，咱个虔诚的心哦，啊来感恩咱个天上圣庙。转移
妈祖。又同道了吼，讲今仔日看到日头就是活的呀吼，因为看到日头，罗门人较够穿得到这双鞋。那我们今天要面对吼、哦、好多事吼，啊，无熟悉人啊，嘛周遭吼，啊，甲咱大社会人所有对待关系的吼，只要活着的一天，天天都要活得很精彩，天天都要有好题材的吼，所以讲吼。咱为什么咱人要学修学啦？因为学修会应用伫咱日常的生活顶端，只要咱用心愿意去做，我相信讲吼，上天会让你事实证明啦，创造多项奇迹啦。我们用心去甲达成，然后信愿行，只要当下通往未来成就的一条捷径，那就是信愿行啦。只要用心来开启，成就都会不是难事啊！成就不是什么难事啊！拄只赖师兄有打电话，你要点播的歌，等下梅香来给你做安排。佮另外一位哦，咱的师姐啊，吼，伊讲梅香师姐，想要咱点香啦，吼，咱即马拢讲吼，爱点一盏啊，吼，啊是安怎咱爱点三盏香？这三盏香佮有特别意义啦，吼。讲哦，阮点香的习惯吼，就是拢初一十五啦吼，初一十五才有点三盏，吼啊，普通时我拢点一盏啊，吼啊，阮的公妈吼嘛拜初一十五呢，吼，阮平常时也无咧拜公妈呢，拢初一十五才有去甲点，我嘛拢甲点一盏安尼。到底点香是爱安怎点，才符合迄个礼仪啦吼？师姐问得很好，咱讲。香是代表是啥？代表咱对吼咱要敬的心性，也是咱要感恩的吼天地吼、哦。这是咱今日用一念心香，这念心香啊，用香来带动。啊，咱讲有个人讲，我拜初一十五的，才点三盏；我初一十五才个点三盏啦。平常时我拢个点一盏，吼、哦，咱的路拢个点一盏。好，啊，咱到有采几啊尊神呐？啊，初一十五再个点三盏，啊，平常时就个点一盏，吼、哦。啊，阮公妈吼，拢初一十五才有拜。平常时啊，人讲未使甲公妈拜，为啥未使甲公妈拜？有人讲啊，伊讲公妈吼，未使定定个点香啦，你定定个点香，定定个叫，定定个点香，定定个叫，安尼伊拢总会定定等下伫个厝个啦。啊，所以讲，咱就初一十五再个点一盏香就好啊。啊，平常时啊，拢卖点。啊，就点初一十五就好，安尼，因为刚好正确，这个不叫正确的问题啦，吼，也没有说对与不对啦，吼，是一种心意的表达问题啦，吼。因咱人吼，就足奇怪的吼，那要来求讨你讲吼，初二十六做粿，你嘛做个足功夫的啦，吼，啊，要来和咱的五谷丰收六头好吃哦，你嘛是。绝对吼，你大碗细碗一定会胖的。为什么？因为咱是要求托你公伯啊，保庇啦，吼。啊，今日咱要来去倒位啊，要来求啥？啊，拢是先求啦，吼，先求。啊，你无得讲，气干那三十秒点点啊，甲动动嘞，啊，头壳甲动动嘛，啊，香甲擦嘞。绝对是吼，一条香，和你讲讲甲当半条，你再话提擦，因为你有很多愿望，希望他们帮你达成。敬香。啊，烧香无同款哦。什么叫做敬香？无求的香叫做敬香，无求。那么敬香要怎么敬？
敬香叫做法仪敬香分九等呐，有道香、有德香、无为香、无为清净香、清净自然香、妙动真香、灵宝回香、通三界香、三敬真香。一般敬香三条香为主，双手执意在咱这个香前，吼香火应该在咱上至咱这个眉间的地方。好，安尼叫做啥？你知无？咱讲翻三炷香的意义，一敬三清，二通三界啦，三宅就是三合三宅，一来祭祀天神啦，好，二来祭祀地主啦，三来祭祀温主降水，所以咱点三盏香，这叫做敬三盏香，一敬三清，二通三界，三合三宅。所以咱讲哦，咱敬神啦，敬地主啦，有天有地嘛。啊，过来就是敬咱的温书，甲咱护持的温书主将，安尼咱得个拜三张香，分三张香的真意是代表啥？和咱有个人讲吼，咱讲香会有量子隧穿嘛吼，咱迄个量子隧穿把咱的香神呢带到迄个所在。其实分香三条意思，代表冲脉、龙脉、虎脉。好，这就是你讲三花古定五气调元呐，伫咱咧修这三张香啦。好，啊，咱讲拜祖先哦，一旦修三张香，某人讲拜祖先未使修三张香，伊讲拜祖先嘛会使修三张香，为什么当修三张香？一拜祖公，二拜祖妈，好，啊，就一张拜公，一张拜妈，三拜养育之恩呐。好，一张个拜三拜，一张个用三张香无？哎，因为咱今仔日。这三张香要让咱的要感谢咱的祖公祖妈，吼、哦、啊，过来就是咱的爸母历代这所有的，吼、哦，已经有咧做神也好，无咧做神也好，咱这祖先呢，又甲咱庇佑，甲咱保庇，吼、哦，这个温情呐，所以咱甲拜三张，因有资格个第三张无有，一张拜公，一张拜妈，一张拜祖公，一张拜祖妈，那么三拜养育之恩。安尼是毋是三张？伊有迄资格该第三张香无？有，这就叫做啥？敬香啦，尊敬的香哦，是敬香哦。你爱知影讲这三张香的意义是啥？因为那无咱的历代祖先啦，吼、哦，无咱历代祖先，恁今日头这个咩？吼、哦，你甲看有个人无咩，含生啥都唔知安怎出世的吼、哦，啊，出世老爸伫对，老母伫对，拢唔知无祖源的人足侪呢。迄嘛足悲哀的代志呢，啊！咱今日然后这个祖源吼，咱清清楚楚吼、哦，有个人讲甚至予人招的啦吼，或者讲我拜相父公嘛，你同款。咱今日咱家己内底无吼，啊，都无主事，所以咱去为外口讲招一嗯，入来团中接待，咱依然同款爱用感恩的心，因为那无安尼，咱的香火团袂落嘛。啊，既然香火团会落去，那么咱三标香来。敬香，敬公敬妈，敬伊甲咱养育之恩，这是理所当然呐、啊，理所当然。所以讲敬香，它有分这么多种啊，吼、哦、啊，所以一般敬香呢，吼，一般的敬香三条为主啦，吼、哦、啊，那如果讲咱要请大神，有个人先爱请21张，有个人爱请7张，吼、哦，咱要改的用7张。因为咱是咧用啥，就是咧请北斗神君呐，解厄。好，啊，咱请南斗六师，咱要甲做一个吼，咱讲要甲修啦吼，要甲创啥，伊绝对有足济香会上用。好，啊，咱要请天香，啊，咱也是有真大的圣书，有人点36条啦，毛点21条的啦。好，啊，毛人讲修经。用啥爱用偌济调香，吼、哦、来给囡仔修经，吼、哦、这拢有一定的意思在嘞啦吼。啊，所以咱讲吼拜，咱也有拜神对不？啊，咱拜神，咱逐工拢个拜，但是讲嘛，你个拜15个，没相信没有意见啦吼、哦。我的意思是咧讲，咱存分定性啦吼、哦，咱敬这个香，最主要是敬，我无要个求啊。因为这公妈在底下，我心灵有香烟嘛，公妈无香烟，安尼咱就感觉过不去啊。
好、哦，所以讲咱用迄个孝心的敬香，无求啦，好、哦。你无个甲求啦，无个求讲哦，我做工做嘛，你都爱安怎，你都爱安怎，你都爱安怎。无求的香叫做敬香，敬香，你不管是要甲拜拢会使，你就早暗，那只要心明有香，公妈都有香，因为咱咧叫做敬香，叫做孝心香啦。敬神的叫做敬心的香啦，啊，那是公妈叫做孝心的香啦，孝香。因为咱感恩呐、啊，感恩咱的大家官吼、哦，那已经无伫咧啊吼，咱嘛爱感恩咱的大家官吼，甲咱呢遮辛苦，甲咱照顾孙吼，甲咱照顾咱的囡仔，咱较早也要做完过趁钱，干唔免讲迄个大家啊，甲咱照顾厝，这个大官有时啊嘛，甲咱斗做甲老了，有诶大家啊，甲八九十岁，我咧讲你甲新妇忙照卡呢，吼、哦、啊，这个温情咱个会再甲放袂记哩，唔是洗刷就刷了。唔是人死就煞呢，吼、哦，这就是讲敬香的意思，叫做尊敬的香啦，吼、哦。讲下就是讲，咱有苦无唔对，但是咱未使拢哀哀怨怨啦。咱若如果咧烧香吼，唔就咧斗神明啦，啊无就是咧斗公妈啦，斗什么人安怎啦，斗安怎，斗安怎，我讲。这叫做哀怨香，哀怨香莫烧啦，吼、哦，哀怨香啦烧。我跟你讲啊，咱心肝底干哦，啊，愈讲啊，愈哀怨哦，啊，愈来愈个怨叹，哦，啊，愈个怨叹，福报愈来愈少。为啥？咱拢唔捌咧讲好话，你唔捌家己的正能量小充电一下。你逐天哀怨一届，你的正能量就减一届。好、哦，啊，你逐天呢，那无法多好用正能量欢喜心哦，啊，你的能量拢早都拢无去啊？为什么？欢喜心才会产生能量，欢喜心才会当产生正能量哦。每天都欢欢喜喜才有正能量。我这样的对事不负面，一定要用正面的思想观，安尼你就有正能量。啊，所以讲啊，点香吼，哀哀怨怨，这个哀怨香都唔好点，亲恨香嘛唔好点。有个人香压几百安尼搭咒诅，这种啊这吼。都是有损自己啦，好、哦，遐心灵无应该是吼，伫、哦、遐听你咧吐苦水啦，啊嘛，遐心灵嘛无法度去甲这众生讲，啊，你的哀怨，我安怎甲你解决？每一个人拢有因果嘛，你甲恁囝相欠，恁囝甲你讨债，还是恁囝甲你不好？这是你应该爱承受，是你爱忏悔啊？啊，你甲倒要从啥？心灵又分善恶呢，又分因又分果呢。那每一个人所有的对待关系，都有他自己所遭感的因果业力啦。啊，所以讲吼，哀怨香未使点，过来就是啥，亲恨香未使点，过来就是是非的香未使点。为什么？什么叫是非香？啊，咱咧讲哦，啊，人咧。都在讲别人，人甲咱讲安怎，人甲你讲安怎，你感觉底下咧话冤枉啦，底下有诶无这种是非的也不要。咱即嘛尊心要敬天敬地，拜神明只有干那敬香，拜公妈嘛是敬香。咱甲公妈讲好话啦，吼、哦，好内当去好诶去处去修行。咱做囝儿是一逐工和和乐乐啦，吼、哦，逐工都安尼足和谐安尼啦，吼、哦，未像政委，没想拄到一个阿桑来啊！迄、那个阿桑来，伊足欢喜个讲，来啊去拄到，去拄啊我底下坐拄到我。伊讲哦，我甲你讲哦，人报我来呢。我讲啊，啥物人报你来？啊，都人报我来，讲只六百码真香呢哦。我讲哦，啊六百码真香，安尼你着去烧香吼，甲六百码吼，啊看你有啥物吼，要甲六百码吼啊。求保庇啊！你若有啥物代志啊？你去甲六帮妈讲，你讲六帮妈种香，就是你有信心嘛，对吧？吼啊，所以讲你就去点香，哎、啊，即卖香举起来吼，吼、哦，足大声的啦！六帮妈，我今日专工来吼，是伫要讲阮家阮厝迄个查某啦，阮厝迄个查某都安怎都安怎，阮厝迄个查某安怎都安怎，伊呢，就是大家心不袂和啦。大家心不美好，来咧斗心不啦。啊，人家报讲吼，咱主任必须讲有咧做合缘呐，
吼、哦、做六亲缘，啊，恁大家新妇就是无缘呐，所以讲爱去合缘呐，吼、哦，啊，人报伊来啦，啊，伊就开始在啊投，在笑六啊香哦，一直投，一直投，投只要到一半，伊才举来插，伊举来插，插了后，伊就我倒等甲我坐啦吼。哦，我恁这间庙是偌久啊？我讲这间庙二十几年啊！啊，我哪拢唔知，我伫这附近哪拢唔知有这间庙，吼、哦！啊，恁老爸妈讲遐香哟，啊，真正遐香哦！我甲应一句话，我讲吼，师姐啊，老爸妈香无唔对，不过别人拜的香呢，都敢那独你拜袂香，伊怎啊？规个拢爱，哼！啊，是安怎我这生意啊？是安怎我拜袂香？我讲你拄只底下咧讲个迄个查某是虾米人？哦，你讲迄个查某，迄查某就阮新妇哩。我讲安尼真正，你若甲恁新妇个名叫袂出来，安尼要何解就难啦。伊讲是安怎讲？我讲恁新妇嫁来遐久啊，吼、哦，有甲你生孙无？有啊。啊，为什么伊个名够有遐尼歹叫？啊，为什么你不爱叫伊个名？为什么你？甲恁新妇称呼做迄个查某，伊才讲话听，讲因新妇安怎安怎安怎，我讲你若甲新妇当作查某囝，你若有真心甲当作查某囝去甲听，我看新妇会互你感动啦，吼、哦！啊，你唔是，你开嘴啊，迄个查某合嘴啊，迄个查某都表示讲你的嘴，实际啊，你的嘴无自卑，因为你是妈妈。妈妈把新妇当作查某囝，你都伊何做什么名？伊何做阿月啦？你就甲叫阿月啦。为什么你要甲叫迄个查某？结果啦，一听听会煞怎无话好甲应呢？我讲那恁查某囝，我讲阿叔姐你有查某囝？伊讲有啊。我讲恁查某囝嫁去人家，互人做新妇，对方的青母，那叫恁查某囝，我那叫迄个查某，你的感受安怎？啊，恁新妇呢后头厝？因的亲人若来看你安尼的对待因的查某囝，啊，你会感觉安怎？伊拢点点无教我因，我讲阿叔姐，你今日来要创啥？啊，人都报我讲摕伊的衫，甲我的衫，我得过个偷收的，伊的衫甲我的衫，摕来要创啥？摕来要讲要做好缘啦，我讲唔免好啦，你等甲叫，伊叫伊的名，卖叫迄个查某。好言好语，该好啊相处，安尼完成这组都会改啊，嘛唔免做合缘，爱先合你自己嘴啦，好、哦、先把你的心性修正一下，甲当作查某囝啦，卖甲当作新妇啦，你好好啊对待伊，啊你的面色较好看一下，吼、哦，要甲叫的时阵，安尼大家互相较协调咧，应该唔免六爸妈甲你斗三工，你都我都解决你家己的问题啦。我们一个对待，只要一句话，你会伤人很深呐、啊。好、哦，所以有时阵咱定咧讲一句话啊，轻轻啊，有可能会会恨鬼世人。啊，也许是新妇未晓，较唔捌礼数，较唔捌，但是爱豆豆啊教。别人的查某囝嫁来咱家，咱嘛是为别人的为别为嫁到入来拢同款。大家都要有同理心呐、啊，吼、哦，要同理心。因呢，是要解决咱人间事啦，解决这世间事的这所有的口舌是非啦。好、哦，尤其是赵文公啦，咱咧讲赵文公，啊，厝咱即马做家事啊，即马无赵啊，阮也无咧拜赵文公啊，无拜赵文公，无代表赵文公伊拢袂去损失，无代表啊，因为伊的职务就是安尼。哦，查某人伫灶卡。不论是吃饭啦、讲话啦、行为举止，有偷嘴也无偷嘴，赵文公当然该记个足清楚的。唔是你无个大赵文公，赵文公就拢未来顺啦。所以每一个人有规矩，咱也有规矩啦，讲话有分寸啦，人缘就会好啦。做事大人要有做事大人的款啦。好啊，做事事啊，有做事事礼貌啦。咱不能定来讲，我世间的纷争这么多，世间的代志这么多，解决不完，拢是人的心跟这个嘴的关系啦。为什么天下不太平？拢是因为咱人人心贪嗔痴，真的还没有办法，无办法去气度贪嗔痴，想法偏激，搁一项就是自私啦。
啊，所以讲咱要安怎去教这囡仔阿伯会大汉，会当成就，真正做事大人也要好好省思，做好榜样给孩子看呐、啊。吼、哦，啊，过来就是啥？过来就是咧讲到，咱讲拜拜，最主要咱是用一份的敬心去敬神呐、啊。吼、哦，啊，每香也是同款，各讲一届啦。吼、哦。哀哀万万的香，唔忙烧，唔忙去烧神明啦，神明他搞会害头。伊讲啊，自己因果自己业，所以这公司啊，也讲啥，也讲哦，不要看别人做得好不好，个人吃饭，个人饱啦，啊，个人因果，个人了啦，个人因果，个人了。啊，啊你烧香，那要烧这种香啊，你不如慢烧啦吼。那要烧爱烧爱烧啥？烧敬香，烧尊敬的香。这个香神在大家个天顶，你烧香才真正有功德，烧香才真正有福报啦。然后烧好香，出好子孙啦。啊，你烧的好香，就是代表你的心香啦，你的心真柔嫩。吼、哦，啊，你的心真慈悲啦，吼、哦，对大对小，对来对外，你要有迄慈悲，所以你今日用这个无为香、清净香，啊，是慈悲香啦，迄、那个香达到天顶啦，顶冠，只要有达有，达到咱敬香敬神的目的啦，吼、哦，啊，那无，啊，咱拿迄个香来拜拜，等于失去了迄个意义啦，你讲是不是呢？来听雷山老母赖师兄所点播的吼。山风，阮寄山雨，天地不
咱即马所收听一段非常好听的第三五秒连串曲，咱都收听到这吼。黄振芳师兄啦吼，伊讲，查某囝嫁去人遐咧吼，啊，倒来厝的敢会使拜公妈？那有可能袂使。敢讲查某囝嫁出门，咱都甲泼一碗水予伊，伊呢？啊，咱公阿妈都拢无甲承认啊吗？唔是安尼呢 ？DNA 就是查某囝，就是咱这边的血脉。查甫的这边带咱的查某囝去那边传宗接代啦，吼、哦，子嗣那边的孙回来，咱要互伊拜公嘛？是咱因为咱安怎？啊，心不自私啦，啊，是讲咱家己本身自私啦。为什么自私？啊，查某囝嫁出门就别人下啊，对不？今仔回来来拜咱的公妈，甲咱的公妈的福报福气吼，拢叫背背安尼。因为这句话，迄是古早人的私心。古早人对查某囝特别，为什么？咱较早的人拢讲啥？重男轻女啦，重男轻女。啊，咱的顾新妇哦，较旺咧，后生较旺咧，都唔知影咱今仔拢食查囝较济了。今仔有效的囝婿甲查某囝比内底后生新妇，反正要较济呢。吼、哦，啊，若讲有代志吼，查囝变大生呢，啊，无一定新妇变大生了。所以咱拢即马较早的旧礼数吼，爱推翻啦。为什么？较早的人因为都散了，散到要跪拖伊啊，吼、哦，啊，惊福气去用抢伊。啊，咱家己拍家己生查某囝，啊，家人遐为什么讲囝婿甲孙啊袂使倒来拜公妈？头位都袂使，为什么？敬公嘛，我就讲敬都无求嘛，敬就是唔是求啊。既然敬，就是讲啊，我回来啊。等我大概回去，我回阮后头厝，我大概回去，菩萨拜拜咧，我也赶快拜公嘛，因为咱去感恩咱的历代祖先嘛。今日我这身心肉体是你赐予我的嘛，老爸老母已经坐伫桌顶啊，咱甲老爸老母烧一个香，去甲感恩，透好就袂使。但是我敢有去甲阮老爸老母讲，你也甲我保庇，无啊，对不？因为咱今日家己有偌济福报，你有偌济认真，你都有偌济修行嘛。你有做偌济，你自然就得偌济嘛。咱塔条阿公嘛，甲咱保庇，所以咱去叫做敬香。外孙等来，子婿等来，查某囝等来，咱主动去甲点香回拜，这叫做啥？叫做回馈祖源呐、啊。回馈祖源，你敢知咱道教？道教传理啊，吼传福利传道，道教福利传道，查某囡啊，也是讲吼啊，咱的亲将、群将、群将，你要来福利传道，同款恁后头厝的地址、祖先、什么人，即种我咧讲一柱得道，为什么救助会当超生？亲将、群将。今日伊要来入道皈依啦，吼！伊要来入道皈依，伊个娘家的地址嘛爱哦，啊，因阿公阿妈的名嘛爱写哦，老爸老母嘛爱哦。为什么？因为你要入道来修，你已经正式入道教道，你要做传道皈依，你就有资格修行嘛。啊，你修行的时候，你必然有功过嘛，有功过你要先。孝亲就是先感恩嘛，先感恩你的父母，先感恩你的祖先。今日有你这个肉体是由因和你的，所以你啊想你啊讲传度，咱都爱个讲到后头厝的祖源呢，啊都爱个甲了后头厝的祖源上诉呢。因为咱有咧办道教传度，吼、哦、啊，跟要做这工课，啊你南将，咱今日囡仔无去共带人的查某囝来生团。嗯，啊，你是要你要哪有后代？所以我们不要有这种狭隘的心态。为什么？查某囝嘛是囝呢？吼、哦，后生嘛是囝。咱的新妇那等于人遐，吼、哦，嘛是同款，爱去友好人的后头厝的父母。过来就是讲，那祖先有个人较友好，也过跟家己的祖先呢做啥？做超度？为什么？迄叫报恩嘛。啊，咱会当来这个世间，会晓报恩，咱就加报挂。一旦做，咱就加做挂。哎，较早的人唔是较早的人，加啊长蕉啊多，因为散啊，惊福气去用背，所以早囝长啊拢袂使去拜公嘛，袂使也袂使去拜望，拢袂使。啊，咱是父母生的，
哦啊、因为这个限制，所以咱无在去压三张香，去敬咱后头厝的公妈，去拜咱家己的爸母，去甲感恩一下。哎，这样呢，较靠道理，无道理呀、啊，对不？所以讲，咱因为古早封建时代，因为咱较早的人善，所以惊福报去用抢的。吼、哦，啊，来去望阿婆陪望，较早去望阿婆陪望，吼、哦，大家拢要踏插头一个插头香。迄就是自私的行动啦，吼、哦！啊，那无自私，就是讲啊，大家拢来做伙拜，啊，做伙焚香，啊，做伙拜，安尼，咱的公妈看会到恁的好气嘛？人讲家和万事兴嘛，对不？兄弟来同心，黄土才会变黄金啦，吼、哦！啊，这让公妈看到，公妈讲哇，这好气，咱今日教育，这子孙教育都未歹，大家拢无争权夺利，大家拢和和气气，啊，无你好，无你讲啊，什么人要爱较好？所以要装到头前，那种的心念。所以我们把家里面拜一拜的气氛把它分割，这样就不对，这样家里面哪有和气，一团和气，什么叫做吉祥？心里面也是要有，心里面不管是时时你都要有吉祥的两字啦、哦啊、再来就是什么，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量啦，有量才有福啦。啊、咱今日囡仔有咧造福，咱唔惊人甲咱背啦。啊，佫一项就是，人伊当的是咧敬祖先、拜祖先，是咧报恩啦，唔是要甲咱讨福报，嘛唔是要甲咱分福气啦。所以不要有这样的心态，也不要有这样的分别心啦。白白拢嘛惊，镜头啊夹到叽叽疼，手心嘛麻，手背嘛麻，拢是咱的骨肉呢。啊，所以讲吼。那些古观念早就要丢掉了，然后，哎，较早老大人说落来，这观念早就要淡掉啊。来，咱讲天地演义做根基，大道玄机明规矩，理化玄机度众生。福至积德积，相互依啊！大道天地来著作，人间因果做成就。相还累世的冤欠，是无济身轻入天灰啦、啊。虚空无极传千古，空转凡尘本不高。上台飞鸾行大道。人言提升福至国，咱即嘛是咧讲幽静的众生，大多因缘呐，吼、哦，特别甲咱讲诶，吼、哦，咱现在天地玄机，玄机主，即现在讲天地演绎做根基，大多玄机明规矩。为什么咱咧讲着讲相反累世顽强，无济身轻入天位，就是咧讲无济身轻，咱毋知我都返去咱原来即所在。但是咱讲人间的因果，伊是要咱做成就的哦。因为有因果，咱才有成就；因为有考试，咱才有成就；因为有考磨，咱才会进步啦。啊，所以咱要提升吼、哦，这个大凡世界会当做这个吼依归，是以咱道人道来这个世界来做一个行事。因为有情世界是一个实相的世界，一切皆是以实际生存的取向，方能。有真正受益的条件，啊，所以咱唔只是讲一个灵性的心灵空间的世界，咱会当来明白实相世界是通过了一切色法与心法，这两者呢来做依持的动作，正是符合于人道生存的必须性。啊，咱即马爱甲道讲个足清楚啦，吼、哦。啊，所以讲，既然咱要符合于人道生存的必须要的，吼、哦。因为咱生存必须要的，哦，都是心法。今日因为心，咱袂当离开人道，吼、哦，而这个世界所有混杂的世界内底面所有纷争的世界，咱今日爱把这个心顾好啦，吼、哦。真实的世界、实相的世界内底拢是由心来做啦，吼、哦。咱原来自于宇宙无极，宏天一贯。啊，所以希望咱上天会当德积下化于人道啦，世界来做一个改造。
来做一个创作，来做一个修正，来做一个研究，来做一个提升。安尼呢，咱母娘下降这个人世间呐，伊呢，今日要会当提升这个人民灵性的福祉，噶唔是伫这个人道世界爱有搁较好的普及性、根本性的教化。你无普及性的教化，甲根本性的教化，咱人个人性要哪有可能去调和啦？吼、哦，啊，咱无法度达到成就甲吼、哦，咱讲会当离开这个娑婆世界，直冲妖地啦，上无啦，咱真正受益。所以咱无论讲大梵天地一切原灵佛祖啦，爱经由吼、哦，咱讲无限制这个吼条件，诶，这个科目。无限制哦，这上天呢所派落来这个干苦啦吼，上苍的德质则是符合于天地演化的作用，所以有苦有乐，有拄到问题，你才会当解决问题，你才会生智慧啦。所以家己讲理化玄机，会当予伊咱这幽静的众生，这所有的灵根红离红露呢吼，做一个基本的提升啦。所以咱讲无分。宗教派别无分一，吼、哦，咱这所有的，吼、哦，这基本受益，而且所有的这个条件，只要是，吼、哦，咱讲五教，吼、哦，五教呢，如多色也回五教，伊是创造，吼、哦，咱要丰富咱世间哦，要导正人心的资源呐、啊，吼、哦，人道世界有真正受益的条件无？有啊，每一个人无同款的国度，信无同款的教，伊同款会当安怎？会当调整家己的灵性，所以上天的因缘本呢，已经通过了因素的创造发明，所以伫这个科技已经达到咱今啊这个时阵啦。吼、哦，啊，咱爱知影讲这个上天德质何有惯常，平均分配普及舒适方便功能，为什么咱今卖当去接纳到这？吼、哦，咱今嘛就讲新兴人类啦，新兴人类虽然有这么多的资源分配。哦，万不重生呢，拢会当受到这个啥，这么好的德质。哦，啊，但是咱爱护咱家己本身的原灵本性，唔通去受到咱讲这个科技文明的迫害，和咱家己本身哦，诶，这个所有的这个基本的灵性哦，受了这个咱怎么讲诶？因为滑手机了，滑到生命没有了，滑手机滑到去撞车，滑手机滑到去撞墙。这拢是迫害，所以讲拢必然呢。因为有这个上天这个科技，所以叫做相辅相补啦，叫做相互补助啦，相互生存啦。吼、哦，爱为好诶，这都唔是讲哦，啊创造吼、哦，咱讲这未使，唔是安尼。因为咱有迫害，但是你一定爱知影破坏在哪里，是我们自己的取向啦。吼、哦，那如果这个物件会当阻拦呢？这个物件咱来用伫好诶，那伊就阻你啦。啊，那用伫破坏你的心性，那就有害了你啦。你家己爱也要去舍弃啦，时间也会自己去安排啦。所以讲，人道世界一切人为的因素，是毋是将来要做改造、变更、提升家己的灵性，这种种原因，咱这灵根经济要安怎会当吼？在我们现在这个、哦、科技的世界里面全身而退、哦、所以我们不能说是一元会或者是第二元会里面上苍已经给我们很多机会了、哦、很多机会在第一元会和第二元会、哦、该是因缘来到这个世间这个人道世界当中那是已经给我们开因开缘已经开很多稳定了那么第三会第三元会，即马开始，啊，咱呢，伫咱即个吼国度也好啦，吼任何国度、任何人种、任何宗教、任何派脉，开始共同爱施行以处人道的世界，这才是呢上创的基本原意。所以当今呢，咱这幽静众生吼，爱知影讲吼，咱得到的是上等的因缘，上等的深交。在咱即马这个时机，这个娑婆世界，虽然是一无劫，但是要取舍自己啦。咱即马有发明研究改进，但是咱来普及性的要如实啦。上创基本的要求就是讲，你研究、发明、创造，
但是你也要修正改进，安尼才会当普及于地面啦。哦，所以我这纷纷众生是为正道啦，吼、哦，才袂因为打个，甲这政治拢因为科技甲淹没去啊，淹没去啊，都变成安怎？上天的德积，互恁呢有这个因缘机会，伫这個天地间内底，你知影？啊，你要安怎去取舍？好、哦，咱讲有好嘅物件哦，咱用咱也知影取舍嘛。咱去甲取好的来用就好，其他的咱就是爱修本过关。你若修本过关呐，咱自然都袂打个败仗，咱的灵性都袂直直对落。啊，若袂直直对落，噶毋是科技来配合人类双辅双成，变成是双赢嘛？双赢？为什么叫双赢？有真好的科技带动这个国家社会，带动着这个人类的方便。咱人类，咱甲咱的八德内底同款无去损害去，咱也阁修到道德良，有修到这个道德良知。你有守住的道德良知，又应用在现在的科技社会，安尼根本是造成双赢、双赢。人类袂因为科技，和咱的良心对了。和咱家己的根本对了，啊，所以讲爱教化无爱啊，这个教化在停止无，袂当停止。啊，母牛已经开言接受啊，爱多才灵啊，叫灵性对你提升。科技进步是咧帮助今啊这个社会人人方便呐、啊，但是袂使讲因为安尼咱来对落伫这个所在，甲咱家己呢吼。把咱家己的原灵原性全部对落伫这个科技享受，甲这个物质享受啦，安尼叫做自嘲怎么样？自吹，咱自吹灭种的路啦，好啊！你自吹灭种的路，唔通怪上天无慈悲，万莫怪母娘无慈悲啦，实实在在。那到甲无可救赎的时候，这第三元会那过，应该有可能啦吼。咱也去知影讲，地球的危机跟人类的危机在哪里？绝对长命的人会看得到啦吼。所以咱唔通小看咱母娘讲的话啦，逐句话你都要甲用纸包起来藏啊。
久无听到这个无量是道，无量是道啦吼。我拄只来说，咱个随阿你讲，梅山师姐，我要介绍人去啊安道，还够有道哦，我敢那要五六道哦吼，可以啊，还够有五六道吼，会使你会使甲讲吼，啊叫伊主治姓名。出生年月日写详细啦吼，啊，囡仔脑咧读书会记哩甲讲者，啊，咱就当个按文枪毙啦吼。啊，来，咱来今日来做一个回向，愿意今日所讲一切功德，回向所有兄弟姊妹，世世安稳，常欢喜，消冤解厄，心清净，身体健康，灾难除，家安如意，事业顺，得诸合尽，功名成，所求事项皆如愿。身亡超生转安乐，化解众生的离苦。一出断正善因，金色慧开何便缘？无量寿佛太上感应，母娘慈悲，感恩母娘，母娘感恩。在这呢，祝大家啊，拢会当心想事成，万事如意，道光精进，法喜充满。虽然毕竟讲说甘蔗香品、香油款、素茶、贡麻、小盘香、普灵灯，咱有需要啊，咱直接打电话来咨询。还是讲哦，咱们用虫草王，然后三高宝啊，来做着听炸咱家己的身体，和咱的身体能量更加好，五行更加平均。你家食看麦，绝对你也安赞然后，啊嘛真感恩吼，咱的孙阿姐对于梅香介绍啊，金盖绿蜂胶牙膏真正是真支持啊，一盖牙一箱。我、哦、真的非常感恩呐、啊、吼！伊讲哦，大家洗了讲有够赞呐吼！谢谢你啊，合理没抹了呐，有够赞。那么赶快一当来结缘，啊，以上这种圣功德吼，今日用无量士刀来祝福大家，让我当多功精进，法喜充满。再见，拜拜。